比赛看看啊，这次比赛我们0-1输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机会特别多，可能就是对方机会并没有我们多，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把握的比我们稍好一点，然后我们那个把握机会能力可能稍差一点，可能没有英国队那么注意力那么集中，然后可能运气也有关系吧，因为我们射门机会确实很多。We lost the game, Neil.